阿里山山脚的家己制菜所曾经被比作为东洋第一。阿里山世界遗产协会承接阿里山林业铁路以及文化资产管理处合管的家己制菜所，营运管理以及服务，打造一个好学习的共享空间。伫今仔日开幕，是全台湾唯一拥有历史建筑——索马迪大草原甲文创市集的共享场域。嘉义制菜所是阿里山林业中心，拥有相当特殊的地理环境，见证林业历史转型的过程。这座复古的木造建筑曾经是镇澳制菜所木业转型特制品加工厂。阿里山世界卫生协会执行嘉义制菜所手编工厂经营管理合活动推广案，深深感受到推动阿里山文化景观登录世界卫生需要合不同款的社群交流起点，将工厂转化成为复合式的共享空间。2663 Space 伫咧27号盛大开幕，希望会当成为结合团体理念经济地、休闲休困好去处。跨界合作地点和阅读办公空间的多功能场所，不仅是一个可以让大家来这边喝饮料、吃东西、消磨一整天的一个空间，更是我们要推世界遗产很重要的一个基地。那很高兴今天有很多的友好的朋友跟我们的公部门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希望我们未来再推世界遗产能够以这样的一个基地作为我们推向世界遗产很重要很重要的第一步开始，谢谢。在60年前，它是一个竹编的教育训练的场站，那经过世界遗产协会现在进到这个领域来，然后帮我们也继续驻点解说教育，然后提供一个大家很高质、很优质、很优雅的一个空间来谈文化、谈历史、来谈阿里山世界遗产，希望它是当一个最重要的基地，我们莫忘初衷，一起迈向世界遗产，希望能够为台湾先登陆第一座的世界遗产阿里山林业及文化资产，迈向世界遗产，用从共享空间到共创荣耀，谢谢。2663 Space 开幕推出一系列优惠，对即日起到8月13号。推出超市哦，新选择上价只需要半价100元，地档有3点钟，饮料1杯、外杯，无含畅饮。另外，阁有小点心1份。对8月14号到31号，即是推出多元的月票方案，优惠真多。阁有含在地小农店家强好，采取友善生态农法，降低环境负担的在地食材。欢迎民众关注2663 Space。诶，面册阁有社群平台来了解详细的消息。最新新闻，杜丁顺、王秀山、嘉义市彩虹报道。你好，我是卫生局的防疫人员。好啊，今麦登革热做不一样的时阵，高峰期啊，咱要预防登革热，配保的4个口诀：循道清刷。循道清刷。对，经常去循一下，看我们如果出去院子运动，就去看有没有多余的积水容器，好，循循看，如果有的话就把它倒水，因为有一点点水蚊子就会在里面下蛋哦，减少那个积水容器，好，没必要的汤啊，咱尽量来避掉，好，啊，再来恁刷洗，如果咱老进水的汤啊，咱爱给它刷洗一下，不要让那个虫卵附着在那个桶壁，遇到水就爆发来，好，啊，咱大家身体较健康，好。谢谢。哎，大哥你好，我是市区登革热防治人员哈。哎，阿宇，咱起来就得咱那个太阳那，好，那就是有很多的水桶，好，啊，因为呢就这多个管理，所以咱希望讲吼，你会当树安尼，吼，做一种较大桶的，啊，迄个细桶的都拢来收起来，吼，啊，我做完收起来，你甲你包的就用过来放在房间拍起来，吼，安尼一种管理，较袂有生登革热的迄种迄个斑蚊安尼。各位乡亲，大家好。登革热是由斑蚊传播的疾病，传播的速度会很快，请大家要特别注重环境的清洁。如果有肺轮胎的地方要清除，否则应该打洞，避免积水。敏慧在这里，拜托各位乡亲一起动手清理家园，最好每天落实循道清刷，
共同创造干净的家园。登革热的房子，大家一起来。是登革热。